lovelies, and welcome back to All About Jamie. Today is my first day in Tokyo, and I'll be doing something very special, and I would like to take you guys along with me. I'm going to be doing something really exciting today, and I'm sure it's something that you guys would love. I am going to tour Xiaoma's personal private collection of MS bags. So let's go. Wow, she has quite an amazing collection. And I see a very, very special one, which is this silver Kelly bag. I saw this at an auction. 你是在 auction 买的吗？这只对，是在日本的 auction 买的。这只纯银的这个 15厘米的这个 Kelly， 真的，它的稀少程度是在我心目当中确实也是比 Himalaya 比喜马拉雅还少很多很多。嗯，然后其实平时也不太会用它，可以开出来吗？冷重的，看一下，可以，就是它有一个技巧上要按一下才开的。嗯，很隆重的派对的时候，我才会偶尔会拿它一下。嗯。 但是其实它也有一个缺点，因为它是银制品嘛。对。如果一直放在这儿是会被氧化的。啊，yes。所以对，定期要拿，就是要把它 silver cloth to clean， 擦一下会干净。太漂亮了。This is very special as well. It is the vintage version of the Himalayan。对对。这一款我只是在日本看过。对，是的。嗯。是日本的限量版吗？应该不是，只是日本的限量版。 但是数量比现行的，比如说黑白色的这款喜马拉雅要少很多很多，差不多我觉得能有是100只这种普通的喜马拉雅里边才有遇见一只这个喜马拉雅的几率。Very very exclusive. Okay, guys, to me this is the absolute piece de resistance. It is a classic 25 Porosus crocodile Kelly bag with diamonds. I think that it is the most elegant bag ever, and you can use it till you are like 80 years old. 嗯，而且给 Jamie 一个惊喜，你猜这里边是什么颜色 ？You mean there's another color inside? 里边是 wow, 就是 lucky red. 对，也是我之所以收藏它的原因之一吧。我觉得就是它就是感觉是外冷内热型的，就是内里内心很火热。而且它整体是黑色系嘛，只有一个这个头银头是钻，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它是有肩带的哟，正常的钻扣现在的 喜马拉雅的钻扣都是没有尖带的，而且这个钻扣呢，它是有尖带的，是很少很少的。This is a vintage。白金加钻的这个地方都是单环的，漂亮啊。其实这个黑色的钻扣的 Kelly 呢，它比喜马拉雅的钻扣的 Kelly 数量还要少很多。然后这只黑色的配钻扣呢，就感觉是低调中带着一点高调，其实我还蛮喜欢的。So these two are my absolute dream bag. This is the snow and this is midnight. Chinese, they call it 小房子 because it means little house. As you can see that there are windows and then it just looks like a little house. 那其实四个种类的房子里面呢，这两个其实是更加更加稀少的。整体的感觉呢，是十只小房子里面可以遇见一只。嗯，我看到那个分别是这个后面不是鳄鱼皮的。对对对，后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鳄鱼皮，好特别哦。So this is the latest limited collection. It looks like a Kelly doll. It's called the Picto. And super cute, she's got a backpack. 我很喜欢这个颜色，我觉得好好配啊。其实这个马赛克豆刚刚出的时候，我并不是特别的看好它，因为它有点 跟普通的这个豆比有点过于可爱，有点像玩具的感觉，有没有？嗯，like a computerized doll. 见到实物还是蛮可爱的，还是值得收藏的。That is we are back twins with this one. 是一模一样的吗？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正宫五匹樱花粉。
Jamie 真的是很敬业，每次旅行都要就是先完成拍摄之后，然后才可以吃东西。那今天到Xiaoma这里呢，我们可以放松一下，我们可以边吃边聊。好啊，上次来东京是几年前，是因为疫情，所以三年多没来东京了，怀念日本的美食和美景。明天去京都看红叶，有看到Xiaoma在 Instagram 上发了金黄色银杏树的照片，这个季节东京十分的美，还怀念在银座买买买。喜欢看爱马仕的人一定要逛 Ginza Xiaoma，是亚洲最大爱马仕专门店，今年在新加坡也开了新店，恭喜你哦！谢谢。下次来新加坡，我们去吃饭，然后到你来参观我的 collection。好的，我要去数数它有多少只包。不要数，不要数，不要数。新加坡有很多富豪和不同种群的客人。对货的认识度很高，他们都收藏了挺久的，就是已经很多年已经在收藏爱马仕，比如不只是新加坡人，就像我们的邻居们马来西亚人啦、印尼人啦、越南人，他们都很喜欢来新加坡逛包包。日本这边人呢，基本上是喜欢比较台湾的款式，比较低调的颜色呀，像大象灰色呀、黑色呀，金色好像还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喜欢的款型也比较低调，比如说像 Bolido 啊或者是水桶啊，其实在日本都还是蛮人气的、在新加坡就不同、他们喜欢很鲜艳的颜色、很 cute 的 design、很可爱的那种、哎，我看到你很喜欢收集一些 vintage 的设计，对对对，七七八八的东西都在我这里，而且你有很多那个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包哦，就例如那个大象皮，对，那个我真的是没看过。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大象皮，觉得很 durable， 讲讲 durable 就是很实用，就是用一百年都耐磨、耐雨、耐脏，用了一百年还是会很漂亮的哦。我刚才第一眼看到这个大象皮的包，我还以为是一个 special crocodile 呢、very surprised。 对，其实大家的认知当中嘛、就是比如说特殊皮已经像是鳄鱼皮、蜥蜴皮、鸵鸟皮，但是其实我就喜欢收集那些比较奇葩的皮质，比如说像大象皮然后还有这个牛胎毛的这种特别奇怪的皮质、然后加上它的这些花纹，然后就是这种 vintage 的包，怎么讲，就是它特别有历史感，对，然后它在那里呢，其实我也不会经常的去用它，但是就是不放在这里，我又觉得心里是很我的宝贝被别人抢走了的感觉、你懂是吗？ A true collector 那是真正的收藏家才会这样的感觉，大气。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那个vintage 的那个大耳朵，我看你有好多只不同的颜色，我很喜欢这个design， 因为我觉得它很 classic， 很 elegant， 就例如好像有一个很复古 Audrey Hepburn 的感觉。我在家里把大耳朵叫成 Grandma Kelly， 我每次要用的时候，我都会跟我的工人说：“你把 Grandma Kelly 拿出来。”就是因为她很 vintage， 所以我叫她婆婆 Kelly。其实，相比那个新款式的 Mini Kelly， 你会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呢？我个人的话是大耳朵更能打动我，肯定是，就是对对，我收藏的这个款式基本上它的都是要么就是钻扣，要么就是这种丝绒材质的，然后还有日本的限量款那里边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很 special。So guys, this is a very very special vintage edition. Can see that it is painted with many many horses. This is super super hard to find, and this one is probably the only one in the world. 这个是日本的轻鸟波的花纹的设计，然后而且它的成色是非常保存的非常非常的完好。然后我每当看到这个包的话，就有一种回到日式庭院的感觉。
你穿 kimono 对穿 kimono 很搭 What do you guys think about this vintage Kelly bag? Does it look super cute on us? 这只也是我们两个都有的 我的 Super Can 这个包真的是很有收藏价值是的就是现在已经买不到了奥林匹克限量款然后它还有金银铜三个色系 对,其实里边我还是比较喜欢银色系 银色最漂亮 So I have this Kelly as well It's a vintage Kelly with a silver thread and on crinoline which is a horsehair 这只包其实我是比较自私地收藏了两个 This is the Kelly Teddy in 35cm Another collector, very limited edition And I have got the darker brown,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see in the lighter brown suede. 冬京现在的季节非常适合用它，就觉得浑身都是暖暖的感觉。这些极品包你是怎么样收藏下来的？我后边的这些极品包呢，我觉得有些是爱马仕的顶级收藏家人手必备的包款，比如说像喜马拉雅呀，还有小房子啊，就是我觉得是收藏家。 必备的包款，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觉得是真的是找遍全球也找不到第二只的包。那我前前后后呢，就是收集这些包，差不多花了有近10年的时间，才陆陆续续收集到这些比较奇特的款式，就是真的是。 当 Jamie 也懂这个星哈，就是越包无数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包，它就有一种感觉，觉得它就是非常非常有收藏价值的。然后呢，我是基本上呢是从款式设计，然后还有材质，还有颜色图案这三个方面分别，我去会给他们默默的打分。我要觉得都能给他们打3颗星。 那这个包我就会收藏，然后这些年呢也会偶尔碰到那种一见钟情让我哇一下比较心动的那些包，就不会考虑那么多了。好，就是它呢，就要把它收藏起来。还有没有想要收藏的包呢？想收藏一个成色非常好的银色的，就是同款系列的银色的，对，Bucking 25。然后还有想一只，就其实是我曾经遇见过，但是没有收藏的，是黑色的。 羽毛的Kelly，我也特别喜欢那个羽毛的，谁有？然后还就是出于童心嘛，就是想收集更多颜色的豆，然后给他们单独开个 party， 就是各种颜色的豆。我不久以前刚刚买到这个25的 Cargo Birkin Nata， 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好搭的。我们平时也喜欢穿比较 pastel 比较白色的衣服，这个特别年轻。我还很想要的是一个 baton 的鳄鱼皮 Kelly 20 or 25 都可以啦。今年就是白色系列，白色心情。对。那小马，你觉得 baton 的鳄鱼值不值得入手呢？我觉得 baton 是非常 OK 的。然后比如说像爱马仕鳄鱼皮的，就是比较人气的，像斑鸠灰，然后翡翠绿，还有 mimosa 这些颜色，就是。 哇，一提很人气的颜色，就第一时间会想到它们。新色像嫩芽黄、薄荷绿，我觉得这种也是非常好看的颜色，也是很值得入手的。那你觉得那个 Five P Pink 怎么样呢？非常棒，5P樱花粉非常棒。对，像新出的各种粉色，我说实话我都不太 care。对，就只有就是五 P 樱花粉才是真正的樱花粉。那个是一个 True Pink，and to us it is the only true pink and any other pink just come pale in comparison 就是没得比了，没得比。对，其实最近就是一两年爱马仕市场的明显的一个趋势的变化，就真的是之前喜欢那种 大红、大绿、大紫、大粉的颜色开始走向于大家可能是更多喜欢于那种比较冷静的、比较气质的颜色，比如说像大香灰呀，然后黑色呀、金色呀，还有现在就是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比如说饱和度，比较可爱的那种，像马卡龙色呀，都是很可爱的。像今年出的比较新色里边，就是像气泡绿。
然后还有梦幻紫。I don't know what are those colors though in Mandarin. 气泡绿是什么颜色？冒汗紫吗？然后另外确实是一直都是小包当道，小的尺寸像二代呀、25厘米呀，一直还都是非常人气的。觉得那些大包会 come back in fashion 吗？我觉得比如说近3年左右恢复潮流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我觉得 Jamie 应该是那种遇到爱马仕新色新款就觉得哇都是你的，马上都要拿下的那种人。其实你会这样吗？当然，我看到新的颜色especially那些五颜六色的有时候 OK， 我觉得就是搭上衣服呢它会有一个很 pop of color， 就是很鲜艳，人家一从远远就看得到你的包。可是本身我还是比较喜欢那些比较浅的颜色。浅的颜色、OK， 就是看到浅的颜色我通通都要了，就是好像 macaron 的颜色。那 Jamie 记不记得家里有多少只包呀？每个人都问我，可是我从来不敢算，我算了我就觉得很心痛。很心痛，花了太多钱了吧。下次我们一起去 Jamie 家数一下。好。我觉得他们出了太多款了，有时候是让我们很 confused， 我们不懂哪一个是值得收藏的。那你是会怎么样确定那个是有收藏价值的包呢？我觉得首先的话呢还是要看这个包的包型。那人气的呢比如说像那 Birkin Kelly， 那其次更重要的还是说专柜要控制它的产量，如果即使再可爱再限量它哇哇哇的出了很多，我觉得它也是不值得收藏的。特别是这一两年再出复刻款的时候，我建议要稍微冷静一点然后再考虑是否要收藏。对、Because we all like to have exclusivity. I mean we spend money on the handbags is because we want to feel exclusive、But if that particular exclusive style comes like humongous quantities, it kind of like deter the value of the bag. 对于刚刚入坑爱马仕的人、小马有什么建议，就是一些 tips 给他们。OK， 那我觉得其实买包就是最重要的还是考虑它的使用价值，因为我们买来它首先是要考虑它是要来用的嘛。我觉得首先你看它喜欢，那我觉得就可以拿下。从尺寸上，那最好是买25厘米或者是30厘米的这种比较人气的尺寸。然后如果是因为是第一只包嘛，如果是预算允许的情况下，那我建议买一只就是说Birkin 或者是 Kelly， 然后这样即使是用过一段时间保存很好的情况下、它也相对来讲还是很保值的。我第一只 Birkin、我现在突然间想起、是一个 Rouge Viv 的40cm 的 Birkin、好大、可是那真的是我第一次从店里买的 Birkin、我的人这么小只拿着一个这么大的包，我觉得是我好重啊，我要去 gym 练一下、Hey guys, we come to the end of this video. I hope you enjoyed the tour of Xiaoma's private collection. If you guys would like to view more of her amazing collection, you can go to her Instagram or her YouTube channel right here. So guys,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